好哦，咱们刚才听了小对话回来是吧？哦，小对话怎么样？还是听不懂是吗？哦，啊，继续加油。哦，第二部分是 be 的不规则动词和形容词。那看 be 的不规则是什么？哦，你们还记得吗？real 的不规则。哦，这个更一样。那不规则什么什么什么结尾的修音是 be 的时候be 和那个一个条件是 be，然后跟第二个修音是元音元音之类的那个硬是吧 try 的话，这个 be 脱落，然后变成 u 或者是 o 的现象那看。仅仅 top 大和 top 大的时候，be 变成 o 以外的都是 u。那看现 top 大是帮忙帮助，top 大是好看漂亮这个意思。那看 do 와요 go 와요那还是不明白。那咱们先咱们看练习。아어요아어서을거예요씁니다是吧？好，已经都学过。第一个是더大是热。那看더这个 be 变成 u，然后加一个어요是吧？那더우어요就变成더워요这个应该没问题。那然后，더워서더워서然后더울거예요，더울거예요。那这个为什么呢？本来是리을쇼인是吧？对，因为是不变成우是吧？那우加리을，所以울거예요。好。那下一个是 "dopsmida"，因为这个第二个字的辅音是对呀，不是元音，所以这个不发声。好，那下一个是 "chupda"，是冷是老师现在很冷추워요추워요，然后추워서好。然后，추울 거예요，추울 거예요，看，춥습니다，好。然后下一个是가볍다，가볍다，那가벼워요，가벼워요。然后가벼워서，가벼워서，下一个是가벼울 거예요。가벼울거예요好，那下一个是가볍습니다，가볍습니다。那가볍다是轻的意思，很轻。然后下一个무겁다是重的意思，两个是反义词。看무거워요，무거워요。然后무거워서，무거워서。然后무거울거예요。무거울거예요。最后一个무겁습니다，무겁습니다。下一个是돕다，是吧？还记得吗？刚才老师说的돕다和굽다是不变成오是吧？不是우。那看도와요是吧？도와요。然后도와서。도와서看这个，这个是도울거예요，跟别的一样记住注意然后돕습니다，돕습니다，非常好。最后一个是가깝다，가깝다是近的意思。那가까워요，
가까워요下一个是가까워서어가까워서嗯好那下一个是가까울거예요어가까울거예요然后下一个是가깝습니다어가깝습니다嗯好那咱们念一遍더워요더워서더울거예요덥습니다下一个是춥다추워요추워서어추울거예요춥습니다어下一个가벼워요가벼워서가벼울거예요가볍습니다어好那下一个무거워요어무거워서무거울거예요무겁습니다어好那下一个是도와요어도와서어주의어도와요도와서도울거예요돕습니다어最后一个가까워요가까워서가까울거예요가깝습니다어接下来어咱们看练习那第一个词是어렵다是어렵다是难是吧어那这个怎么变어려워요是吧어려워요然后下一个是어려워서어려워서下一个是어려울거예요어려울거예요最后一个어렵습니다注意어렵습니다是吧好那下一个쉽다是容易这两个是反义词是吧쉽다是容易下一个쉬워요쉬워요然后쉬워서쉬워서然后下一个是쉬울거예요쉬울거예요下一个쉽습니다쉽습니다注意下一个굽다굽다是烤那看구워요구워요然后구워서구워서好那下一个是구울거예요구울거예요最后一个是굽습니다굽습니다好那下一个맵다맵다是辣매워요매워요然后下一个是매워서매워서下一个是매울거예요매울거예요下一个注意맵습니다맵습니다好那下一个是고맙다고맙습니다是吧这是感谢谢谢的意思那고마워요고마워요这也可以用是吧然后고마워서고마워서好那下一个고마울거예요고마울거예요最后一个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挺熟悉是吧好下一个这높다是糖三声糖是누워요누워요然后下一个누워서누워서看누울거예요누울거예요最后一个是높습니다높습니다好那咱们念一遍어려워요어려워서어려울거예요어렵습니다下一个反义词쉽다쉬워요쉬워서쉬울거예요쉽습니다好下一个是굽다구워요구워서구울거예요굽습니다下一个是맵다매워요매워서
매울거예요맵습니다어자이거는고맙다고마워요고마워서어고마울거예요어고맙습니다어最后一个눕다是吧어누워요누워서누울거예요눕습니다어非常好那咱们看句子김치는어샤샤샤샤어꼭밥하고같이먹어야해요김치是什么어泡菜어是김치是꼭是一定어밥하고같이먹어야해요应该어跟米饭一起吃那辣是吧那这个应该写什么呢어因为어泡菜辣所以어一定跟어米饭一起吃매워서어매워서어김치는매워서꼭밥하고같이먹어야해요어好那下一个是지난번시험은어려웠지요어지난번是上次어시험是考试어어렵다是难是吧어难了吧어难了呀那이번시험은是这次考试어거예요어估计어容易是吧那这个어쉬울거예요어지난번시험은어려웠지요이번시험은쉬울거예요어好下一个어남편이한국어숙제를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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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어빨리끝냈어요남편是老公어한국어숙제한语作业어帮忙어先过빨리끝냈어요빨리是早点끝내다是结束어早点어那个做完了因为他어老公帮我那这个돕다是吧어注意돕다是不变成오是吧어도와줘서어도와줘서那为什么这个不是돕다是吧因为어남편이我를어나를도와주다어是更流利어돕다也可以도와주다是어帮我帮忙帮忙帮我的忙那下一个겨울에는샤샤샤샤샤어옷을따뜻하게입어야해요어冬天어什么什么冷어先过옷을따뜻하게是衣服穿的穿的更暖和这个意思那哦冷是吧추다哦因为冬天冷是吧那这个추워서是吧추워서哦好哦今天哦不是今天哦我们刚才哦那个学了第二部分哦비읍더哦不规则动词和形容词哦大家辛苦了수고하셨어요